Hey guys， 大家好，啊呢个最要拍呢个影片咧，就系做呢个电视机嘅柜台嘅依家开箱。这个就是2024就最新款的电视机柜台的三个贴膜，两包零件。呢個公司個牌子嘅名稱啦，跟住就準備一個螺絲批，跟住呢個係停水尺嚟嘅，然之後唔可以一個人做嘅，最好係兩個人做工，容易跌爆嘅。呢個咧就將佢鎖落壁嘅，最好係鎖落壁咁樣啦，價位。仲有螺絲，首先就咁冚佢第一個步驟，用高嘅鐵將佢冚。見到呢個螺絲窿位咧就墊落嚟啊嘛，要嗰粒螺絲。跟住两个人呢就冚呢个位置，所以脚底嘅好多粒螺丝位啊，真系冚紧，净系锁螺丝嘅呢位置。跟住呢啲位置咧，就可以穿出插头嚟嘅。好嘅，首先就准备呢啲长铁啦，长铁，跟住呢个嘢咧就向嗰边嘅，喺准备粒螺丝喺呢度，将佢冚落一个中间嘅位置，落中间。啱啱可以冚得落嘅，跟住將嗰粒螺絲鎖入去。好嘅，然之後咧就將呢個底盤嘅牆板就將佢冚落呢度啦。
OK， 将佢嵌实咗，跟住准备两粒螺丝将佢锁实佢先。好嘅，然之后到翻入边呢个位置咧，又准备另外一支铁，呢支铁跟住咧窿咧有窿咧系向上嘅。你一個人咧，係咪喺度將佢扶手啊？扶住呢度，咁樣啊，啱啦，係。好嘅，由於呢度冇人扶咧，得一個人咧，你就攞嘢墊住先啦，頂住先啦，嗰個卡牌 hold 住佢先。跟住咧，將呢個另外一塊網咧，係咪就將佢冚落去？對準咁樣四個冚落去。一個人真係得，不過就難啲啫。嘅，將佢鎖住四粒螺絲。將佢呢度四隻窿咧都係鎖住嘅。好，然之後準備依塊鐵咧就鎖喺度嘅，鎖喺度啱啱呢度兩隻螺絲窿。咁樣右手邊咧都係選擇呢個咁樣嘅鐵啦，跟住鎖上兩粒螺絲。好嘅，跟住用上拱嘅螺絲，上高咧就吸，跟住下低就攞螺絲批轉住上。好。這個呢就擠在上高啦，這個拱的螺絲放上去，跟住睇下這個螺絲呢就轉住上啦。跟住 hold 住佢，然之後攞支 spin 啦 ，hold 住佢，跟住轉上去。good， 另外一邊都係一樣啦，另外一邊都係咁樣擠落去。
嘅，將四粒腿腳咧，係咪就轉上去底下呢度啫？好嘅，咁樣有四支鐵喺度，係咪？三支鐵咧就有咁嘅窿嘅嚇，然之後一支鐵咧係四隻窿嘅，四隻窿呢支，二三四，將呢度窿對窿，窿對窿係咪？喺度，跟住將兩粒螺絲長螺絲鎖上去。OK， 呢度有兩隻窿嘅咧，一隻窿一隻窿嘅咧就唔開，揀呢個 ，OK。之後咧，兩隻窿咧就對齊嘅，對齊。鎖上兩粒螺絲。咁咧就将佢呢个两只窿嘅咧，系咪？两只窿嘅咧就向呢度，系啦，啱。两只窿嘅就向呢度，对准个位置，将佢准备四粒咁嘅螺丝，四粒螺丝。OK。之后再准备四只呢个齿轮咧，就锁去脚嘅底部嗰度。好嘅，就将呢个架咧压上摆翻上。好嘅，就放上一塊板啦，系咪？系細塊嘅，細塊嘅板。然之後咧，就攞尖尖嘅嘢咧，系咪？尖尖嘅嘢咧，嚟吉一吉佢，吉一吉佢，每隻架位嘅窿都要吉一吉佢。好嘅，跟住準備啲尖尖地嘅螺絲。
尖尖地的螺丝锁上去。最终呢块板系咪大板啊？大板，跟住咧你攞晾住，然之后咧再挤呢个架，诶，对准佢，对准对平 ，OK， 对平。之后咧，又系攞呢支针啦，呢支针，跟住咧将佢吉六只窿，转螺丝。六粒呢个尖螺丝。位先，跟住就将嗰块板对准去嗰八只窿啦，系就挤喺上去先。咁样安装咗呢个板上嚟咧，呢度有只窿嘅，就将佢锁上螺丝啦。好嘅，然之后咧就准备咁嘅铁咧，系咪加埋呢个螺丝咁样入去？然之后咧就锁上喺度。好嘅，就摆遍三只呢个铁笼盖啦，铁钩向上嘅，跟住呢度有两只窿、四只窿，跟住咧就准备呢个六只呢、这个六只呢、这个嘢，挤喺度。总共咧呢、这个螺丝咧就12粒螺丝。好嘅，依家就锁上呢个柜嗰度，呢度有四只窿，准备跟住攞个门咧挤上嚟呢度，铺住佢。好嘅，嚟啲螺丝啦，转上去。开咗个门咧，就将一个命呢，一个命呢，跟住穿上一个螺丝落去，安装喺度。
好嘅，跟住將呢啲咧一粒一粒黐翻上去就得噶啦，嗰啲浪位啊、蝕位啊嘅。多謝大家觀賞 ，Thanks for watching。喜歡呢個視頻咧，俾個 like， 訂閱我的頻道。我已經完成咗呢個架啦。